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？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档案打开？请问一下，这个档案是跟选举有关，上面这个档案是跟糖尿病有关哦，你不要开错了哦，请开跟选举有关系的这个档案，滑鼠右键，请用记事本开启，可不可以用记事本来开？所以就是在这个地方开启档案。然后记事本，如果记事本不在这边，记得你就要去选，你就要去选。请问一下，我打开是不是乱码？不是，都蛮正常的，对不对？可是这里面呢，这里面可能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哦，它对英文跟数字它可以分得很好，但是因为英文嘛。因为这个就在一起了，这个就在一起了，然后这个 PSC 它也知道在一起，因为它用大小写来去判断，它就知道了。问题是繁体中文，它就可能会把女性不礼貌，应该叫不礼貌性，对不对？的发言，它这样断，那最后找出来的是最多的，你觉得是？的是最多是什么意思？没有意义，可以吗？的是不是形容词的最后那个字？所以的其实有时候我们是可以把它拿掉。我们要的是名词，为了节省时间，我们就什么都不去做删除，因为我们在这边我们可以把词这个这是人名，人名可把它变成 NA，确实。确实是副词吧，副词，然后有动词，诸多不形容的形容才是副词，我知道，对，应该是介词吧。好，女性，女性是名词，可能这个名词跟这个名词又不一样，可以吗？这就是文本论在做的事情。那文本论要用美国人写的比较好，这个英文叫 ontology，用美国人写的比较好，还是中研院写的比较好？因为我们现在是要断繁体中文，你最好找的那个文本论是繁体中文，所以后面的程序我不再用那个 Python 来去讲解，我们介绍一下中研院在这边的贡献，可以吗？请问？这么多词，你觉得谁出现最多？你不可能叫你的老板看吧？老板，你猜哪一个词出现最多？你不想活了，可以吗？那我们现在就来去做断词，断好词之后，把词频算出来。词频的计算是很简单的一件事，尤其对大数据分析来说，那个 Power BI 根本就是小 case。好，那我们就把这些内容全部丢去，全选。首先，会不会把这个内容全选？复制，编辑底下的复制。好，然后最小化喽。那刚刚其实我没有教你如何把这个脚本储存，储存档案在这里，那或者是你点 file。Save as 都是一样的意思，就是把它存成 Python 3的语法，甚至还可以把它存成，例如说那个，这些有的没有的东西。好，不过我觉得啦，你到时候回去看我的影片，再重新来做一次，你的感受会更不一样。我希望你对你来说这边有这样子的收获，绝对只有好处的。所以我就不请你储存了。其实我也有存好这个程式放在我的范例里面，可以吗？那这边我就先关掉喽，不储存。然后接下来这个画面也可以关掉，然后刚刚的这个伺服器也可以关掉了。那我现在要到什么地方呢？我现在呢，这个。
讲义我先最小化，讲义是需要用到，我先重新打开 Chrome， 我要输入断词，中文断词，这是由中研院开发出来的，有没有？中文断词系统，中文断词系统，点一下，然后这个中文断词，这是由中研院开发出来的 National Digital Archive Program 台湾，他怎么不写中研院？这个是数位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。好，反正它就一直放在网络上，欢迎大家来去使用。但是很可惜的是，很多年没更新，所以它里面的词并不是那个文本论的词，并不是最新。好，我们点选线上展示，然后刚刚我们在记事本里面内容整个复制，然后贴在这边，贴上。刚是不是复制了一大堆？记住哦，十万字以内，它可以直接帮我们处理。如果你超过十万字，那你就分几个不同档案，分别来去丢。好，拉到最上面去，我们点选送出。他说他已经经过了好多好多的文章的处理。好，我们就直接点选送出。那它断腰，就是像国民党啊，它就断在一起。好，那在这个地方有看到吗？包含未支持的断词标记结果，这就是它断出来的结果。不过可能要请你稍微看一下哦。只有在这里才有可能看到韩国语三个字合在一起，在那个 Python 里面，它就是把韩国断一起，鱼断一起，就是如果出现这三个字，它就变成两个词，可以吗？它不会变成韩跟国语，它会变成就是韩国跟鱼，这样你的问题。这是整个做完，它是不是会把那个词性啊写在后面？我们现在先不管那些词性，因为我觉得像那个介词一定要拿掉，什么欲、汉、急，这个介词连接词啊，其实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，可是它可能会出现很多。还有的这个字也会出现很多，例如说大作战，如果他写大的作战，那个大可能变成一个形容词，这个的它可能变成一个介词什么之类的。好，请问一下，做到这边没问题哦？我要全选咯，请问这个内容应该会全选吗？有没有落在这里面全选这些词？ Ctrl 加 A 就可以了。 Ctrl 加 A， 因为你重点是要这些词嘛， Ctrl 加 A， 然后接下来滑鼠右键复制。好，我们去打开 Word， 你看我现在已经开了好多好多的视窗，然后这边开始所有程式，请打开 Word。 Word 好，用空白文件，接下来贴上。我看到最大化，它是不是把刚刚那些词全部都贴进来了？有非常非常多页哦，非常非常多页。好，我给你们观看一下，常用底下有一个这个工具，显示与隐藏，显示与隐藏定位点符号跟段落符号，
这个显示于隐藏。有没有看到每一个词的前面它都有一个全形空白在那边，有看到吗？每一个词的前面都有一个全形空白，这个因为是空白嘛，当我显示于隐藏定位点或者是 enter 符号或空白，它这边这个内容就不见了，它其实有一个空白在那边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接下来麻烦选到随便一个，因为我必须要把它当作是段分段的依据，然后点选常用底下的取代，寻找目标就是刚刚我这个全形的空白贴上。复制它，复制这个全形空白，复制，然后取代，贴上，寻找目标就是刚刚那一个，那一个就是一个全形空白，取代为 argp。argp 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 argp 是段落符号，指定方式，这个 argp 段落符号。就是我把一个全形空白变成一个 argp， 然后全部取代。他说总共取代这些，要继续从头开始取代吗？是的。好，总共取代了4563个。你看这边是不是变成一个一个的词？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东西刮胡的内容，其实我想要把它全部都删掉。好，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删，我觉得用 Excel 来做会更快。所以呢，请把这些内容全选 Ctrl 加 A 就全选了，复制，可以哦，请把所有的 Word 内容整个复制，Word 内容全选之后复制，然后接下来请打开 Excel。 好，打开 Excel 之后贴上，从 A1 这边开始贴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刮胡，左刮胡到右刮胡中间不管怎么全部都删掉。怎么删？一样用全选，常用底下一样用取代，常用底下是不是有寻找与取代，寻找与选取，然后这边取代，然后接下来呢直接打左刮胡新字号，然后取代成什么，什么都不要打，就是一个空白全部取代，这样那些刮胡就全部都被我拿掉了，就是寻找取代就在做这种事了。可是记住哦，在 Excel 里面这个新字号跟 Word 里面那个新字号的用法不太一样。好，那我们来继续观看，做一个排序吧，排序 A 到 Z。 请问一下，这些东西你需不需要去做词频的统计？这些什么零啊、2% 啊、一，这些不用做词频统计，还有标点符号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全部都删掉。这些标点符号是不是都要删掉？好，滑鼠右键删除。OK， 这就是我们最后
最后要留下一个内容，然后我要把这个档案存起来，存成 Excel 档。我要把这个档案剩下的内容全部把它储存起来，然后等一下我们要去 Power BI 做文字，我只算这些东西。可以理解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吗？回去你们，其实我写一个，我只是要告诉你们，我们是不是想建一个糖尿病的一堆很多很多的文字？那些那一堆文字呢，我们一定要去找一个很好的断词工具。你看这里面，这里面，这里面我找一下韩国。你看是不是有韩国？但是这个韩国是不是只剩下两个？全部寻找有几个？38个。可是这边我觉得这些韩国应该全部都要变成什么？韩国语。你们可以理解吗？你看哦，硬生生把韩国跟鱼拆开。你看哦，我们来看鱼总共有多少？就有韩国有38个，可是我点鱼39个，我们看下一个，有看到吗？都是鱼啊，就那个换鱼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其实应该把那个韩国啊，韩国跟那个鱼结合起来，因为它本来就是在一起的。但是为什么有些它又分的不是很好？你去用另外 Python 来去看，全部根本就没有韩国语，因为韩国就是当它辨识到韩国语这三个字，它就被韩国就直接换走了。这只是我想要跟你们分享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暂时不做，反正等一下去看那个韩国加鱼这边38个，然后另外。韩国鱼斗在一起的也有一些，看这边是有一些韩国鱼。好，那记住这个程序，记住这个程序，这个档案把它储存起来，档案另存，一样存到我们的 C 碟 ，C 碟叫什么名字呢？请储存叫做，例如说选举。爬虫选举，选举，然后储存。好，你看哦，我现在是不是就做好了一个档案？我只是我再把这个顺序跟你们复习一下。一刚开始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到 Anaconda， 然后来去把十。这些新闻内容全部抓好，抓好之后呢，我就必须要去这个网站，中文断词系统，然后去做所谓的词评，断词这件事。可是做完断词，做完断词之后呢，我又希望说它能够做很好的所谓的一个词评的统计，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刻意发现，就是说，诶，这个字的前面它都有一个全形空白，所以我就把每一个，这个算是一个词，这也算是一个词，我就透过这个空白，然后在 Word 里面强迫它换行，就变成一个词一行，一个词一行，然后全选这些内容再复制贴到 Excel 去，然后把这些刮胡里面的内容全部都删掉。全部都删掉之后，我是不是就只剩下中文字那个词，或者英文字那个词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把这个 Excel 档案储存起来就好了。因为剩下来都是那个，因为画图很好的工具是像 Power BI，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来去公布一下这个答案。好，那我们就把一些用不到的视窗关掉，像例如说这个中文断词系统可以关掉，
这个 Excel 也可以关掉，因为我已经存好档了。 Word 档案也可以关掉，不用储存。然后你需要保留最后一个，不用。然后刚刚的文字档也可以把它关掉，讲义先不关好了，然后C碟关掉。